我叫向佐，大家可能印象中我还是一个会打两下的一个二代，我身上有很多的光环，我是谁谁谁老公，我是谁谁谁的儿子，或者我是谁谁谁的徒弟，但我希望大家认识的是演员向佐。好，曾经参与过这些电影，可能大家都不知道，因为里面可能只有几秒钟，这个是一分钟，这个是我主演。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真不好意思，如果拍不好，你跟你爸妈不好交代。好，那我走，不好意思。要不就是说，哦，这部戏可能没有打，跟你没什么关系啊，佐。从我18岁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空间去演戏，甚至包括中国香港全部的导演。